少林武魂功夫舞台剧日前将会首登加拿大温哥华舞台，由四位高僧亲自率领十八罗汉将会向各位观众展现少林武功的绝学，其中包括十八般兵器、七十二般武艺、象形拳、虎拳、豹拳、龙拳、蛇拳等，同时还会有少林由1500年前演变而来的少林神功绝技，如您在电影电视所看见的金钟罩、铁布衫都会有精彩的表演。90分钟的少林神功秘籍将在9月21号晚上7点温哥华大女皇剧院隆重首演，9月22号7点新西米梅西剧场登台表演，9月23号7点树里贝尔表演中心登台表演，9月25号7点第四场压轴表演将会在列治文何时剧场，揭开少林千古不传之秘，精彩纷呈，敬请屏住呼吸，拭目以待。还为了更好的打起精神来，就进行肢体活动、肢体训练、演练了，久而久之形成了这个少林功夫，这个不经意间的走过了1500多年以来，现在这个少林功夫走向了世界。期待这一台节目能在加拿大的首演和北美的巡演当中给大家献上一台精彩的文化大餐，将展现在整个北美、整个加拿大地区，让更多的加拿大观众受益，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通过这一次的少林功夫的展示，充分体现了中加两国的友谊和交流。感谢收看今天的大温故事，我们下期再见。